接下来就是我要表演了，好，好不好？这个表演其实算是我闭关以来的表演。表演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即将呈现我整个闭关的一些效果，魅力果里面，是不是跟身材有关呢？是的，我把它取名为叫男人之舞。哦，感觉很吸引人，看一下。需要一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其实你会很尴尬的，因为他的气氛呢，刚刚是在比较大家都在看他，然后呢灯光有点亮，但他其实比较适合浪漫的感觉。对对对，那你身材真的练得蛮好的啦。接下来。